就是那天晚上我干这地方的故事啊，有一瓶水你们记得吗？有一瓶水，我以为你会明白，没有哥，我也想你了。那天晚上有瓶水你们还记得吗？有一瓶水啊，我就过去看了一眼，然后摆了一排蜡烛啊。其实我不知道是啥，我作为一个主播来讲，作为一个粉丝，你们的角度来讲啊，我第一时间我想过去看看这里面到底是啥。啊，我一摸，然后把那个瓶子啊。给晃洒了，然后那个有那个血呀，有那个血啊。那天我穿的半截袖好像是啊，有那个血正好碰到我的胳膊上了啊。我也没理会，我也没在乎，我一点都没有去在乎它。然后啊，过了一会儿啊，然后出现这个东西，啊，出现了这些东西，出现了这个就是那个脸烂了那个东西，啊，一点一点我感觉我一点没有精神头。就后来发生这些事儿，就是我上来气儿也好啊，眼圈黑也好，嘴刷白也好啊，给我干的我都不行了，播到几点我不知道了，我忘了。然后我实在挺不住了，啊，我给我朋友打个电话，我朋友就是啊带着120来的，啊带着120来的，然后给我抬走了，抬走我去医院做了一宿检查之后，啊身体都没啥毛病，就是那个心脏频率有点儿。跳的有点快，啊，140多下吧。血膜啊，你听我说呀。然后我就第二天我去我师傅那儿了，给医院待了一宿。第二天我去我师傅那儿了，啊，我师傅给我看，我师傅给我看了，碰见血膜了，沾身上的血啊，已经就是说腐蚀在你身上了。他只有干你啊，他说你要再不来的话，徒弟你就废了，谁也救不了你，任何人都救不了你。给山上待了7天吧，给山上待了7天，给山上待了7天，整整7天，吃的全是素，而且天天给我念经啊，天天给我超度，你都感觉就是在那一个小屋里啊，有两个和尚来给你超度，给你念经啊。但是现在好了，兄弟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哥，露露，没事了。今天晚上也是我回归首秀的第一天。欢迎我4688大哥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，把他送走了，啊，我师傅安排的，啊，给他送，先送回去了，太吓人了，目前为止先给他送回去了，然后呢，这个仇肯定要报，啊，你这六一的礼物给我个惊喜是不是？挺惊喜，给我个惊喜，可别去了，不去了，但是等我再去的时候啊，肯定要干他了。泉水，我操，我操，学校。欢迎榴莲，欢迎这位说的好朋友们啊！老铁们，今天给你们干这个学校啊！感谢我少女心妹妹，铁子们、战友团们，到期的还有没加的，咱唠嗑加战友团，有战友团礼物的兄弟姐妹们，咱大伙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老铁们，今天官方放水啊，你们中的奖，咱们支持一下，好朋友们，留的也没用，都是给我留的，都是支持我的，对不对？哎呦我操！妈的，有点害怕了。我感觉自从那天出完事儿，现在我感觉我好紧张。真的，老铁们，太他妈紧张了。带法器吧，不带。啊，还是一样啊，不带。真的啊，特别紧张。
学校啊，今天晚上是一个学校，这学校还有对联呢。加油，好！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，晚上好。什么玩意儿叫啊？锅啊，欢迎我锅啊！上次来过的地方吗？头一次来，头一次来的地方。有点小紧张啊。啊！欢迎我这边人，欢迎这边说话朋友们。感谢家人支持。我操！说什么玩意儿呢？谁呀？谁呀？欢迎我立中大哥！操你妈！谁呀？是我身体虚的事儿吗？怎么刚进来就这样吗？注意安全，好。二百倍，丫头。啥玩意儿叫唤？不要冒险，知道姐。啥时候叫唤？没事儿。谁？谁？小紧张啊，老铁们，有点小紧张啊。操你妈！谁？你怎么又来这儿了？你们看着过这个地方吗？啊，兄弟们，别吓唬我呀！快走吧！不是你们看着过这个地方吗？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
铁子们，我操，这地方咋的了？什么动静？这地方有别人来过吗？啊？风刮的。风刮的。别吓唬我，铁子们啊！千万别吓唬我，风大。我没等玩呢，你们该吓唬我了，我有点害怕了。哎呦，我操啊！早点撤退。你那意思，我刚进来咱就撤呗，兄弟们，是不？我啥都不费了吗？那他妈不叫战神鹤了。没事，就自己干。从来没有过呀，进来咱就走啊，从来没有这时候啊，对不对？不能刚刚进来就走啊。换封面，没换封面啊？我没有封面吗？现在，老铁们。哎呦我操，这小200倍给你中的明明白白的。我现在没有封面吗？找不着我了吧？哦，榜第一，老铁们，榜第一，找不着我正。什么鸡巴东西啊？啊？什么东西？我操你妈！谁？操你妈！有点害怕了，兄弟们，有点害怕了，这里不太对劲儿啊！换现场解啊！欢迎这位叔大伯们，从来没有过紧张，老铁们，真的。从来没有过的紧张，老铁们。自从我那天出完事儿啊，感觉我今天特别紧张。欢迎这位叔大朋友们，谁呀？都躲一躲啊！我不可能怕你啊！都躲一躲。终于开播了，开播了，是吧？我不可能怕的，老铁们。战神鹤肯定是战神鹤，啊，还是我以前的战神鹤，但是我发现好多朋友都改名了。老多老铁都改名了，我都不知道是谁了。家里面有真爱团礼物的支持一下，兄弟们！啊，还差点真爱团任务，兄弟们！喜欢的铁铁们支持一下啊！啊？哎呦，我这叫200倍，忒多了！
这这么多血呢？我操我！忽悠三哥，常威常武哥，咋这么多血呢？还是墙上，我说这地下全是啊！我现在我一看到血都懵逼呀，老铁们，我操，风刮的，风刮的，老铁们。风刮的，出院卷号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感谢啊。哎呦我操！别打了，回来了。家人们，我回来了，欢迎我三少兄弟啊！我回来了，兄弟们，啥事没有，放心吧。我操！谁放的水呢？谁放的水呢？没事，别怕了。都是幻觉，老铁们，都是幻觉。啊，兄弟们，都是幻觉。走，没事，老铁们，都是幻觉。没完了，可不是。操你妈的！谁呀？
谁放的呀？啊？该修银证啊，修银证。谁放的呀？操他妈的！谁放的呀？老弟们，里面有东西没？啊？有东西没，老弟们？里面没水。我操！我操你妈呀！没事，老铁们，就是幻觉。就是幻觉，走，别管他了，别管他了，兄弟们，就是幻觉。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害羞微笑。再想想，我看看。不是，你是水鬼咋的？哎呦我操！你是水鬼吗？水还挺多，赶紧喵喵啊！我看了，家人们。今天晚上谁刷谁送200倍呀？只要老铁们出手，今天晚上只要刷礼物的啊，刷幸运礼物的啊，全中200倍，老铁们。兄弟们，咱有票咱支持一下，来家人们啊，七八天没播了，我看看哪个老铁能给面子啊？七八天没播了，我看看我直播间哪个兄弟姐妹能给面，感谢静静送来么么哒，铁子们大伙有票的支持一下，兄弟们。今天也算是一个小首秀，老铁们，欢迎我莹莹，对不对？咱们直播间有朋友吗？欢迎我家露露啊，一楼啊，二楼还没去呢，给我玩上了。感谢我阿芝姐的爱心赞助，谢我阿芝姐，二楼还没去呢，叫老铁们。妈的！我就照他来，我看他怎么开的。我就照着他，我看他怎么开的。我看他怎么开的。你看这200倍真多。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！我看他怎么开的，来，这人气还算可以是不？没多大本事了也。
他也没多大本事啊，老铁们，是不是？走。开呀！感谢我妹妹。谢谢小妹儿啊。窗外面有东西是吗？没看见那个。有吗？我现在有点害怕了。说实话，老铁，有点害怕了。有东西吗？啥也没有啊。我操你妈！操你妈谁？我操！谁？什么玩意儿呢？说实话，老铁，我现在真的有点很紧张。家人们，我真的有点很紧张啊，兄弟们。这位叔的好朋友们，真的，自从我那天出完事，老铁们现在老紧张了。感谢我棉花姐，谢我姐。有人吗？身上带点东西吧。不用。感谢喵喵。谢喵喵。欢迎我这位叔的好朋友们啊！我操，迷雾害怕，终于回来了。老铁，我问一下啊。这么多老铁啊，我问一下，有多少响你个的老铁们扣个一了？家人们，我没想到啊，这么长时间没播了，还有这么多老铁等着我。家人们，响你个的兄弟们扣个一，老铁们。哎呦我操，没毛！虽然说票少点啊，虽然说今天首秀票少点，但是我相信我直播间这些老铁啊，挺愿意看我，是不是？挺愿意看我，老铁们，没毛病。没毛病。OK 了，家人们，OK 了，OK 了。什么动静？没毛病啊。谁也不知道，谁也不知道我最近这段时，最近这几天发生啥了。但是老铁们，我如果有回放的话，你们可以看看回放。
谁也不知道我发生啥了。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！什么动静？谁？水源哥，听着没？我有钱人，谁呀？啊？谁呀？该修配啥？有人吗？我说听有动静了。啊？西湖姐，我操！不要再发生那些事儿了，真有点害怕了。真的，老嘴吗？不要再发生那些事儿了。谁？操你妈！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发生啥了，老铁们不知道的高歌一兄弟们，来，我给你讲一讲。不知道的高歌一兄弟们，我现在我休息第七天了，老铁们啊，我在山上休息七天了，兄弟们，因为啥休的息？因为6月1号那天晚上，啊，我直播播那个地方里面有佛。堂是吗？你们还记着吗？我跟你讲细节啊，老铁们。佛堂，然后有一瓶水啊，眼看着它变成血了啊，那几根蜡亮了之后，眼看着它变成血了，兄弟们。然后我就去拿手拽了它一下，拽一下之后啊，那天我穿的半截袖啊，那个血全崩在我身上了，兄弟们啊，崩在我身上好多血。然后啊，一点一点的，我就感觉浑身特没劲儿。感觉有些东西，这个东西都出来了，脸烂了啊，脸烂了一个膜，200倍秒，然后啊，我就一点一点的感觉我身上特别没有劲儿啊，之后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，眼圈也黑了，嘴也变白了，兄弟们，啊，欢迎我家敏敏，什么玩意儿叫唤？给我干飞起来了，兄弟们，跑都跑不了，不让我走。后来我给我哥们儿打电话，给我带到医院，医院整不了，后来带到山上去了，送我师傅那去了。120来，对，你们都记着是不是？听着，啥玩意儿叫唤？啊！我在山上待了7、8天，应该是猫头鹰，老铁们。你好点了吧，哥哥？好多了，敏敏，好多了，这不回归了吗？刷够1万票可以进群啊！刷够1万票可以进群，看回放。没事没事，老铁们，没事。
铁人们今天喝的首秀，哦，怎么看有多少票啊？自己看自己的榜。今天你喝首秀啊，我直播间有这么多的好朋友，能不能给你喝一个面子，兄弟们，大伙支持一下的铁子，老铁们，谁能带个头啊？有点惨，今天首秀有点惨，兄弟们啊，在团任务没完成呢。什么二叫啊？感谢我家露露送来 VI 发电，谢我美好姐，感谢我微笑。铁子们，有666么么哒啥的哦，咱帮贺的支持一下，我看有多少老铁哦能帮贺的，铁子们一起帮你贺往上上一上。感谢喵喵，谢喵喵。还有哪个老铁愿意支持的啊？兄弟们帮贺的上一上。200倍，今天有好多中奖的，有好多中奖的。别看那么狠，狠不狠不是我说的算呢，对不对？狠不狠真不是我说的算的，兄弟们，感谢啊，人生谢人生送来的666，走，咱们上楼，还真有几个啊，兄弟们。感谢我星辰兄弟，谢谢啊！哎呦，喵喵，200倍中的，没抽中啊！感谢花子姐，谢花子姐，感谢喵喵。谢支持，禁止吸烟，感谢谢喵喵。所以你注意安全，好嘞，露露。这么安静呢？我感觉今天好安静啊。师傅，越安静越害怕呀。感谢我星辰，越安静越可怕了，对呗？谁来了？感谢啊，谢会了幸福。谁？听到动静了。
还行，没有名儿，姓名是吧？小心点，好。我操！谁呀？谁呀？谁搁里边呢？有人吗？谁呀？阴山派吧？你他妈看看别人去吧！哦。我这是蛋黄派，还他妈阴山派呢！操你妈！这帮傻子被人洗脑了啊！这帮臭傻子被人洗脑了，还阴山派呢！你妈个逼的，那都是人装的！兄弟们，醒醒吧！啊，醒醒吧！我是蛋黄派。谁呀？谁呀？有人儿，老铁们，有人儿啊！穿个校服，是一个校服吧，老铁们？是穿的校服不？谁呀？谁的烧纸呢？我操！哟，我操！你妈辣眼睛！哎呦，我操！哎呦，我操！我兄弟们，哎呀，不对呀！说，操你妈辣眼睛啊！兄弟们，人跑哪去了？啊？不是你是人是鬼呀？啊？冒黑烟的咋呀？咋还冒黑烟呢？我过去看看来。哎。哎呦我操！啊！
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！我操！你咋出来的？哦，咱们得看看老弟们。哦，别怕，兄弟们。哦，家人们，别怕。窗户外面，这是二楼。这是二楼窗户外面。啊！我操！我操！谁哭呢？谁哭呢？谁？谁呀？谁呀？有人吗？前面那啥呀？谁哭呢？学校，学校，老大妈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朋友们，2000多人了。前面那啥二楼啊，前面那个，啊，听着听着，听着没？谁跟他趴着呢？我操你妈！那是啥玩意儿啊？啊！谁呀？操你妈！谁？我操！这边整的吓人呢。
啥假发？衣服就是一件衣服，老铁们，他整挺鼓。哎呦我操你妈呀！哎呦我操你妈呀！哎呦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你妈的！这门子还倒了呢！哎呦我操，这是啥情况啊？这是啥情况啊？哎呦我操！有人住过吗？这边还有两个，我操你妈！谁？谁呀？啥也没有啊！别动，老铁们，别动啊！是人，老铁们，是人，烧钱呢，海长，你别躲啊！海长，我操，校服，老铁们穿个校服，哎呦我操，我操！什么意思？我后面看着后面没，兄弟们。哎呦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！我操你妈！这是啥呀？
小孩吃饭得晚了，这个小孩吃饭得晚。谁？谁呀？没事，老铁们，就是幻觉。啊，铁子们，小场面啊！说有事要求你啊，不知道啊。哎，我操！别动，别动人！铁子们。排长，是你吗？啊？你是有什么事儿？你是饿了还咋的呀？是饿了吗？你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说。啊！你有什么事？你哎，急眼了呢？老铁们，急眼了，还是饿急眼了。啊，喜欢看是不？给根烟，老铁们，听着，听着没？排长，听见没？啊？排长，我操！跟哪儿哭呢？啊？跟哪儿哭呢？老铁们，咱给他根烟不？兄弟们，给他根烟不？老铁们，感谢我莹莹。铁子们，我问问大家啊、哦，咱给根烟不？老铁们，听着，给吧，给。我操！我这一看啊、哦，别管咋地，咱直播间的老铁心眼正好使。说实话啊、哦，我感觉我贺的直播间老铁们啊、哦，心眼最好使。这要是别人直播间啊、哦，这帮逼啊、哦，老铁们整死他不？给他打灰飞烟灭了。这帮逼啊、哦，那评论全是扣一的，给打了，整死他。但是我这一看，我直播间啊、哦，
全是让我给他腌的。家人没毛病，给你们点个赞啊、哦！给你们点个赞，全心眼好使的，给他一根来，啊、哦，给他一根。兄弟姐妹们有那个小礼物，咱大伙支持一下啊、哦！今天我是我头一天直播首秀，铁子们有小礼物的家人们，给你哥支持一波，666整一个。对，香烟就是香火，老铁们啊、哦！感谢我白茶，孩子，该幸福，给你放这了啊，孩子，我只能给你一根啊、哦，你抽多了不好啊、哦！感谢感谢幸福啊、哦，谢幸福，孩子，如果你要是有灵的话啊、哦，如果你要是有灵性的话，孩子。真的啊，这烟给你了，但是你去少抽烟啊、哦，抽烟对身体不好，是不是，老铁们？感谢老铁们的支持，谢谢啊。哎，哎，哎哎。脾气挺大呀，这是我们老铁们给你的啊，放碗里，这我得看看来，放碗里看看，脾气不小啊，这是啊，这回看看啊，这回得看看。这回应该好使了，老铁们。啊，这回应该好使了，兄弟们。师傅，看着没？同意了，抽了。感谢啊！谢谢花臂老铁送来的惊喜魔盒，感谢铁子。啊，这回好使了，家人们。你在吗？在的话，你现个真身来。听着，谁呀？还有谁这里？啊？感谢我花臂啊，谢花臂哥。还有谁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？在吗？在，你现个真身，什么意思？你有什么事跟我说，我可以帮你啊。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啊，我可以帮你。我月宝，你需要我做什么吗？徐阳，谁徐阳啊？啊？徐阳是谁呀？徐阳啊，听着，
有块热饼，我看着了，我看见了。这孩子始终不愿意陷入深深的。啊？6月1号真狠，刚看完是吗？这孩子始终不愿意陷入深深啊！你有什么愿望？你有什么要求？你可以提出来，我可以帮你啊。感谢喵喵，谢谢美女啊！欢迎直播间收到朋友们，成毅妹妹，感谢。为啥不信真真呢？烧纸钱给他，我上哪整纸钱去？没有，我现在呀，我现在没有纸钱啊，我上哪整去？让他在墙上写字儿也行，是不？孩子，你在哪儿呢？感谢啊，终成功，谢谢。我要书包啊。我操你！给哪姑呢？啊？给哪姑呢？什么玩意儿了？说什么玩意儿了？说什么玩意儿了？说什么玩意儿了他？兄弟们，我操！说什么玩意儿了？我操！说啥呀？说什么？你现个真身来。孩子，你是在哪楼没的？你带我去来。你是在哪个楼没的？啊？
说。珍珠来了，珍珠来没事儿，这邪门儿呢？别去，没事儿。没事，没事，老刘，没事。我也是被叔的兄弟姐妹们啊。这一会看到楼顶了。直接看到楼顶了。我操！没事，老铁，不用大来黑粉儿啊！我是给老铁们直播呢，不是给黑粉直播呢。我没有心情搭理他，是不是铁子们？我在团任务都完不成了，家人们，我在团任务都完不成了，铁子们，还有三分钟了啊！对，不搭理他哦。铁人们，如果有大哥的话，兄弟们帮贺的刷点上一团礼物。马上完成任务了，是不是？不用搭理他，不用搭理他，家人们。孩子，你把我领这儿来了是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啊？谁？小小影妹妹，没事没事，家人们，啊，不用搭理他。哎，我说，孩子。
还行，范儿姐。哎呦我操！他应该是在这儿跳的，老铁们。啊！他应该在这儿跳的，老铁，咱帮他不，兄弟们。应该在这儿跳的，兄弟们。等会儿啊，我拿暗光看能出来不，兄弟们。咱们拿暗光看一眼，兄弟们，能帮就帮他一下。啊，这没有啊。先回去。我操！等会儿啊！孩子，在吗？在，你现个真身。感谢老铁们帮我分享朋友圈，谢谢啊！感谢我直播间这么多的朋友帮我分享朋友圈，感谢铁子们！欢迎我家客啊，我铁子，没毛病，这么多的老铁啊，帮我分享朋友圈，家人们那个12点啊，我听大家的啊，感谢我莹莹送来的爱心战舰，上半夜战役团肯定是没完成，直播间好朋友们。贺的老铁啊，我希望直播间这些兄弟姐妹们啊，就是说咱有小礼物的啊，帮贺的占个榜。老铁们，虽然说我人气最高，没有他们牛逼，但是我老铁也比他们多。感谢我雪山飞狐，谢谢大哥，对吗，家人们？感谢我杏仁花，我姐，我姐啥时候来我都不知道，谢谢我姐姐啊。感谢我姐刚来，欢迎我姐啊！感谢谁送来的皇冠，谢谢支持哦！这么多的好朋友对贺的认可和支持啊，感谢！先等会儿，我先不过去啊，我先不过去。感谢送来的皇冠支持，谢谢。恢复怎么样，姐啊？恢复挺好，感谢我皇上哥啊，谢谢我皇上哥。安全第一，好，感谢我客，谢我铁的支持，感谢！就在外面，现在就在外面呢，兄弟们，我不知道去怎么帮他。直播间说到朋友们哦，12点多，咱帮你兄弟占个榜。我相信我直播间有很多很多的老铁，这七八天啊，我在山上这七八天啊，肯定有老多人在想我，哦，真的非常牛逼，老铁们，喝着我，以我自己荣幸，真的感谢喵喵啊，谢谢喵喵，非常非常荣幸啊，能认识我直播间这么多的好朋友，铁子们，12点了，咱不说别的，不打感情牌，我也不会坑，我也不会骗，啊。直播间老铁们，咱大伙一起支持一下就完事了，兄弟们，占个榜，感谢喵喵啊，谢喵喵，感谢新人宝贝儿，谢谢。200倍，没毛病。铁铁们中200倍的兄弟姐妹们，666帮着走一波，有在团礼物的帮着上一上，家人支持一下。帮不了没用的帮哥啊，帮不了也没事儿，正常。想帮就能帮了，不想帮说也没有用，对不？感谢我范儿姐，谢我范儿姐。谢谢啊，湘西的唐大爷，谢谢，欢迎我家客，我铁子啊，欢迎我直播间说的兄弟姐妹们。别管咋地，我直播间还是有这么多老铁愿意看我，感谢支持，谢谢。啊，谢我莹莹妹妹，感谢。这孩子肯定是在这儿跳下去的。啊，这孩子肯定是在这儿跳下去的，家人们啊。
感谢我立中大哥啊，谢谢。没事啊，有很多老铁们不知道我6月1号那天发生啥了啊，等有机会我慢慢跟你们讲，老铁们，一会儿上车，咱们长谈，行不行？一会儿再跟你们讲。日榜第，小时榜第七，还有谁老铁们能帮或者支持一下，兄弟们占个榜，666飞稳了啥的，咱大伙支持一下。感谢我克啊，谢我克，谢我立中大哥。不辛苦，家人们不辛苦。欢迎我莫生辰，我哥啊，感谢新人宝贝儿，谢我新人宝贝儿的支持。等我抽完这根烟，我过去，我看看老铁们，我看看有底下有没有他的身影，老铁们对不对？感谢墨痕啊，谢我墨痕。一会儿我过去，我看看前面啊，底下有没有他的身影，兄弟们有没有他跳楼的痕迹？啊，我喝了可能玩的就是这种劲儿，老铁们啊，猛踹瘸着那条好腿，是不？谢谢支持啊，别过去了，忒危险，没事，家人们啊。听着，孩子，这个应该是中学。感谢加入带团啊，谢谢韩国的朋友加入带团，感谢铁的支持，送来666。这是5楼了，应该啊，这应该是5楼了。感谢我成啊，谢成叶，感谢。韩国的朋友，谢谢啊！这韩国这儿，感谢支持，也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我的朋友还是很多的，家人们，啊，我的朋友还是很多的。还哪有什么痕迹了？万一他在底下现出个人身啥的，对不对？安全第一号，我烟抽的非常快啊！感谢小陈呐，感谢兔子家带团儿。听着，听着。是在外面的不？嗯？是在外面的不？感谢支持，谢谢，谢谢啊，韩国的朋友，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，说什么玩意儿呢？什么玩意儿呢？说什么玩意儿呢？在这边呢，哦，在这边呢。这个啦啦啦，为啥我没搭理你啊？因为你是个鸡巴啊！我搭理你没有用，你40多级，操你妈的！我不想骂人啊，因为我给我直播间老铁们播的，我不想搭理你啊！你信你就看，你不信你就滚啊！操你妈！前两天出来那玩意儿是你妈啊，是你妈！臭傻逼！我没爱搭理你，不知道吗？你逼逼咔咔的，你妈了个逼的！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哪个主播啊！操你妈！你是你妈，我啥也不是，你找我来！啊、哦！你敢找我来吗？你像个鸡巴似的，啊！你敢不敢找我来？
海长，你加我微信，现在我给你发位置，谁不来谁儿子。你不就是个主播吗？操你妈的！我给你发位置直播间2300人，你不来你是我儿子。再不你给我发位置，我不去，我是你儿子。你加我微信来，王贺3678是我的微信你不用在网络上哔哔咔咔的，操你妈！你不没播吗？是不？我直播间人气不高吗？你是那个的话，你真的，你给我发位置，王贺3678是我的位置是我的微信，你可以加我的微信你可以加我微信给我发位置，你看我去不？等会儿的，对，肯定是主播我给你发位，来吧，加我微信吧，来，现在加我微信，我找你去，来。等会儿我拿着手机登录一下，我没生气，老铁们我没生气兄弟们，操你妈，臭傻子！等会儿我加他，老铁们我加他，故意搞你心态我知道，但是老铁们心态我没崩为啥没愿意搭理他呢？不想搭理他这种人来，我加你微信来。我是你粉丝，粉丝先不加他是哪个主播？你看哪个主播没播看看他什么人品看看他什么人品。操！小逼崽子！对你报个位置你报个位置，操你妈的！大伙骂他，老铁们，大伙骂他，臭傻逼！不是，不是女的，老铁们故意拿个女的头像，这种事我见多了，谁好几十级？老铁们说句实话我玩互联网玩7年了，我没有去主动去骗过谁，我也没有去主动骂过谁，我没有做过，兄弟们，我没有得罪任何人，所以说，直播间说的好朋友们黑我的，你们想一想是不是？每一个老铁，每一个兄弟姐妹来我直播间，我都会叫声哥，叫声兄弟，叫声哥们儿。然后呢？为什么呢？他来黑我，你们懂是不？别搭理他咱看能不能帮助他，兄弟们能不能帮助他就完事儿了。别搭理他了，对，不值得。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没有意思。对，没有意思，我就有那时间，我给我们家老铁们说说话就完事儿了。感谢余生不在，谢谢老铁的支持海长，你在哪里？欢迎猪宝宝。2360多人，太吸引了。老铁们，2360多人，气人不？老铁们，咱是哥们，是朋友的兄弟们，咱扣个一来，气他！是朋友是朋友的，咱们扣个一，兄弟们来，气气他！看上吗？看上没？他在我直播间看着呢，现在。
看着没？有点朋友还行。好，哎。哎，上那屋了，看着没，兄弟们，去那屋了。老铁们啊，你们看好了啊，就是你们可以录屏，也可以截图，你们看好了啊。赫子有没有把这个摄像头转走？像他别人那个主播啥的，是不是？把这摄像头给转走了，然后给就是说什么也好，逃跑的机会。你看赫子敢不敢玩，兄弟们啊？如果认为你赫还行，老铁们啊，踢了，好嘞，兄弟，不用搭理他。如果认为你赫玩的还够可以，兄弟们啊，一会儿你就给你赫扣个666就完事儿了，铁子啊。你看我这摄像头有没有动啊，兄弟们？感谢我诚意啊，谢谢。你就看我这摄像头有没有动就完事儿了，家人们啊，对不对？他玩再牛逼，他摄像头不得躲吗？你看我的摄像头有没有动就完事儿了啊！啊，老铁们，给你们所有的地方全看了啊！嗯，来，再看一看底下是啥。再看一看，老铁们，谢谢支持，老铁们啊！我操！这上我又不上了啊！嗯，应该就是在这跳的楼。哦，这边得看看来。我让大家看一看啊，哎，底下躺那白色是啥呀？啊？回去我得听点话啊，老铁们，我得听点话。铁人们值得扣个666不？家人们，值不值得扣个666？家人们，我给你们学学他们啊！谢谢啊，谢谢！我给你们学学他们啊！感谢支持啊，红尘。比如说他在前面出，感谢我姐，谢我姐。比如说他们在前面出来了，啊。比如说这个东西在这出来了，他们是不是得正常的？哎呀，然后得照，铁子们说没毛病吧？看这东西了，哎呦我操你妈，太吓人了！哎呦我操你妈，太吓人了！但是我没有，我直接冲过去。哦，我不真实，铁子们，我不真实，我只是一个户外探险主播啊。我的腿呢摔折也是炒作，前两天呢也是炒作，兄弟们都炒作就完了呗，对不对？但是咱们家老铁啊，可能没有傻的，是不是？都是没毛病啊，真的都是正常人嘛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铁子们，咱不言论别人了啊，咱就言论这个小孩儿。如果孩子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啊，我可以帮你，好吗？或者是你给我拿一个什么信物过来，啊，把你生前的信物给我拿一个，我回去带你超度，好不好？把这个鸡巴挂马甲来回圈的克，咱给他踢了。啊，把那挂马甲来回圈那个，把他给我踢了。该建桥啊，先建桥。
这地方是我头一次来，家人们啊，这地方是我头一次来，因为啥呢？因为我感觉我回归了，我必须给你们找个新地方来直播，是不是，铁子们？批了，OK，好了，铁子，没毛病，不惯着他啊。我不想骂，就是说谁家的，谁家都有一个铁粉，是不是？我不想骂，批了就完事儿了。停了。对，不给画面提就完了。走，正好这边走一走。这地方荒废有好多年了，这蜡谁点的呢？啊？谁？谁？是你吗，孩子？谢谢我一柔妹妹啊，欢迎我刘大哥。啊？欢迎我刘大哥啊！不言论别人，家人们。啊，咱们不言论别人。边儿大了，对，简简单单玩一下就完事儿了。哦，没有必要玩得很。明天老铁们啊，明天给你们干个狠地方。操他妈2400多人，太牛逼了！我喝的是何等荣幸啊，老铁们！我就搁这溜达啊，都2400多人，铁子们，真的啊，家人们。现在我直播间里有好几个我哥们在直播间呢啊，我就搁这溜达，直播间有2400人，老铁们，是不是？那黑粉你凭啥你骂我呀？啊，你开播你试试对不对？欢迎我小峰啊，还在前面，在前面呢吗？老铁们，今天啊，我头一天回归，铁子们，真的，一会儿他如果真需要我超度，老铁们，我就帮他一把。老铁们同意的扣个一，兄弟们。如果真需要我超度，一会儿我就帮他一把，兄弟们。听着，OK 了，善良的老铁们，啊，OK 了，你们跟我一样善良，真的。欢迎我刘大哥啊，好样的，必须的，老铁们。如果真需要我帮，我肯定帮的。啊，我肯定帮的。支持你，正能量。这要是搁别人直播间，都得圈一波钱。我他妈先不圈啊，老铁们，我不圈。终于点到关注，是不是？没毛病，对不对，老铁们？手机往那一架啊，烧2张纸，老铁们来吧，功德圆满，来吧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功德圆满啊，是不是？功德无量，对，功德无量啊！老铁们，想帮他一把的，咱支持一下啊，刷点礼物，然后明天我就带他去超度啊！老铁们，那个想帮他一把的，刷点礼物啊，明天我再带他去超度，老铁们啊！功德无量啊，功德无量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孩子。如来都请出来了，牛逼！礼物榜单、纪小本、功德无量，是不是？你看都知道了，礼物榜单那个纪小本、功德无量啊！南无阿弥陀佛，孩子，
你在哪儿呢？欢迎我家王先生。听见了，听见了，黄元宝，我听见了，兄弟们，请猪八戒背单词，我操啊，忒狠了，嗯，感谢啊，我小妹儿。送来的宠物狗，谢谢我妹妹支持。别笑，别笑，认真点啊！嗯，感谢喵喵，有200倍，没毛病。欢迎露娜啊，欢迎直播间的宝宝们，铁子没点关注，给我点个关注，家人们。没点关注的家人们，给我点个关注，好朋友们。感谢我神饶啊，谢我神饶。我感觉他还在这儿，老铁们啊，我感觉他还在这儿。他既然把我引到这儿来了，兄弟们，我感觉他还在这儿。他肯定是有事儿想请我帮忙，老铁们，对不对？燕麦他不可能把我引到这儿来，对不？不可能要把我引到这儿来，应该是想让我帮他。走，然后过去看看有没有信物啥的啊！我带走一个，我带他超度去，老铁们。我带走一个，我带他超度，兄弟们啊！还让你献个真身来啊！关注你好久了，新疆粉丝，欢迎你啊！感谢我墨痕200倍，孩子在吗？在，你献个真身来。感谢我墨痕啊，谢铁的支持。光太亮不能出来，没事儿啊。山东粉丝是吗？哪的粉丝都有，铁子们啊，哪的粉丝都有。这孩几岁我不知道，我感觉应该10多岁吧，个儿挺高啊，腿好像归瘸了。广东粉丝欢迎你们，我上这找一找。啊，老铁，我上这找一找。孩子，感谢啊，阿尔法特，谢谢支持啊！如果你要有什么信物的话，哎呦我小小虫子，你可以给我一个啊，我可以帮你超度啊，我带你走，好不好？我操，尼玛，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操啊！黄有希哥，啊？能是这个吗？啊，家人们，能是这个吗？黄有刘德哥啊？操！你是在这儿的吗，孩子？你现个真身来，你现个身，你现个真身。我先出去啊，被我害了，犯不上。你现个真身来，
没事，老铁们，感谢我姐啊，谢我姐带上狗，真有啊。老铁们，说实话啊，我不爱就是拿这个东西去帮助他们，但是没有办法了，这么多老铁们都说帮一下，是不是？没有办法，这东西也需要费用的，兄弟们也需要花钱的，但是我自己出啊，老铁们，我自己出，功德也全是老铁的，兄弟们，真的，我不像拿他们拿这种东西去骗你们，兄弟们啊，我自己出这个费用，兄弟们。够一人喝的啊！把这功德全算你们身上的，记住铁子啊，记住，帮他积德。对，看好了，兄弟们啊，我揣兜里，咱不会这扯王八犊子的啊，看着没？揣兜里，走，咱们找一找他来。可怜。还有还亮了呢，出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出来了，家人们？啊？孩子，你在吗？没有恶意。啊，孩子好还是命苦？这就是他的命运，老铁们啊，这就是他的命运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他的寿命就这些了。这面真的挺深的，阿弥陀佛，功德无量，是吧？感谢啊！应该在二楼烧纸了。多积阴德对你有好处，从来没做过损人不利己的事儿。啊，老铁们！从来没做过损人不利己的事儿。感谢我姐200倍，彩虹瓶子。孩子在学校出过事吗？他不在这出事，他能在这出来吗？对吗？谁？哎呀！啊？谁？误伤，感谢我姐。哎呦，误伤！喂，哎呦，误伤！酒瓶子，往哪去呢？这是？往哪去了呀？看他往哪去了，老铁们啊！看他往哪去了，老铁们！操你！进屋了，进屋了，兄弟们，进屋了，进屋找你吗？在哪儿呢？啊？
冲哪去了，兄弟们？哎，是这个不？是这个不，兄弟们？没事，老铁们啊，上面敲啊，上面敲啊，敬我酒呢，我感觉应该这个孩子在这儿啊。我感觉应该这孩子在这儿，兄弟们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！吓我一跳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这辛苦下来！我操！不是他突然之间出现的，老铁们。啊！他突然之间出现呢！我操！我看这里有酒吗？我看这里有酒吗？没有了，没有酒啊！没有酒了。谁？谁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操你妈！哎呦我！哎呦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哎呦我操啊！不怕光啊，我知道了，啊，他应该是想让我带他走，他跟着我呢，他想感谢我，是不是？他想感谢我，老铁们啊，孩子，是你不？干啥呢？啊？刚才干啥呢，老铁们？我操！行了，拘两个得了，这拘两个死了。孩子，别拘了，这拘两个给我拘死了。别，挺受了，受不起这个啊！谢你啊，你去。不用谢啊，不用谢，你这直播间这些哥哥姐姐这帮的你啊，这别拘了，这拘给我拘死了，死人才拘那么多呢，你活人别拘那些，拘一个都行，这孩子有点实惠，这孩子，哎呦我操，那可不，死人拘三个，那这活人就拘一个就行，那拘那些不行啊，太实惠了这孩子，我操，啊，懂事的孩子，可不是咋的，太懂事了这也。给你磕几个，别给我磕几个啊、哦！帮他，兄弟，帮他，真帮他！感谢我姐，谢谢支持啊、哦！感谢好朋友们，啊、哦，没毛病，这，别拘了啊、哦！还在我后面呢，老铁们，看着没？别拘了，行了，还在我后面呢，老铁们，还在我后面呢。看看来，别拘了，往哪去了？嗯、啊，往哪去了？还在后面呢，看到没，兄弟们？行了，
操作人员，排长，不是，不用拘了，别拘了，排长。没完了啊！我不带你走了，拉倒吧，我可不帮你了，整不了，别拘了，你别拘了，听不懂吗？他应该谁知道了？就是听不懂，我不帮他，拉倒吧。给哥拘急眼了，不是，活也没有拘那些的，啊，这是要送给你送走了，我刚刚好两天，别给我送走了。啊！听着，说啥呢？跳楼死的。我感觉这孩子附在这上了呢，老铁们，来，我感觉孩子附在这上了呢，兄弟们，幸好这是来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操，我操。啊！真在这上了，兄弟们，走，这我拿着来，我看看来，咱们确认一下。感谢我西哥啊、哦，送来玛莎拉蒂，谢我西哥啊、哦，感谢我的支持，在吗，孩子？孩子，你在吗？啊！我操！看着腿折了，应该带他走，带他走啊！老铁们，12:41了，铁子们别不高兴啊、哦！铁子们，咱支持一下，来家人们来，有小礼物的帮贺的支持一下，兄弟们，日榜第几了？小时榜第14，帮贺往上搂一波，老铁们，感谢啊、哦！135大哥的666，铁铁们喜欢点贺的，让大伙一起帮贺的赞，感谢我西哥送来的一见钟情，谢我西哥，哦，赞个榜，铁子们。赞个榜，家人们！哎呦我操！感谢我西哥送来多少个一见钟情啊？9个呀！谢谢我西哥啊、哦，太可怜了。没事，咱可以帮他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咱可以帮他。铁子没有大哥，咱上666，老铁们！咱贺家军兄弟姐妹，666帮贺的走一个。扔哪他给哪出来，哎呦我操！扔哪他给哪出来，感谢我4310，谢谢老铁的支持，感谢我阿芝姐，两个，别摔，别摔了，不摔了，兄弟们不摔了啊！但是我说到的事我肯定做到，感谢我阿芝姐啊，三个了，铁子们，还有哪个朋友愿意支持一下的，铁子们，别摔疼了，是不是安先生？没毛病。欢迎准备出道朋友们啊！被孩子摔疼了，帮不上。还有2300多人呢。明天我就带他去我师傅那儿超度他。啊，咱们说到做到，对不对？
孩子命苦，我命也苦啊。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，我命也苦。哎呦我操！欢迎我自由哥啊，自由哥晚上好。挺想你的是吗？我也想大伙儿。呵呵，晚上好，铁子，晚上好，自由哥，好几天没播，出事了。今天头一天首秀，出事了，自由哥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啊！我操，差点没给我整死，真的，差点没给我整死，我坐一会儿。这啥玩意儿？你现在能活着看着我的都已经很万幸了。现在能活着看着我都已经很万幸了。感谢铁铁们支持啊，谢谢啊。前两天玩太狠了，干出事了，给鬼谷师傅待七八天。说说呗，挺担心的。老铁们加个灾团呗，兄弟们。那天啥事不知道，感谢啊，金手指，谢谢铁的支持啊。这么狠，那天出啥事不知道，我给你讲一讲，老铁们都有谁想听，我给你讲一讲，来，兄弟们来，我给你们讲一讲，想听的扣个一，兄弟们来，我给你讲一讲，讲。你们那天可能没看到啊，那天我玩了一个场子，咱简单点啊，别那么磨叽。玩了一个场子，老铁们啊！但是那天我万万没想到啊，就是说那里面能那么狠啊！我们走到一楼的时候，其实吧，真就没发生啥，我也忘了。那天反正我也稀里糊涂都忘了，看不见回放。到时候我往群里给你发啊，把这回放给你们发到群里啊。不知道有这么狠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正常直播啊，正常直播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，兄弟们啊，草帽人是狠人，对，就是一个草帽啊，戴个草帽，脸是烂的，啊，那脸都往下淌血了，是烂的。然后呢，我没想到二楼有那个佛堂，这个佛堂是干啥的，咱也不知道。给我的感觉，现在我知道了啊，铁子们应该是啊拿这些佛主啊来镇压他的。但是呢，在那个，爷你妈了，逼派滚犊子，傻逼，操你妈！完事儿，那边不有那个四根蜡烛吗？铁子们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有四根蜡烛啊，然后里面有个瓶子，我不知道是干啥的啊，我不知道是干啥的。然后就是那个瓶子里面，我不拿手机正常给它照啊，我就看那个瓶子，眼看变成血了，是吧，铁子们？欢迎我战神鹤，我铁子啊，眼看着这个瓶子啊变成血了，老铁们都看着了。啊，对不对，老铁们？对的，扣个一，兄弟们。眼看着变成血了，兄弟们。然后我就拿手去碰它去了啊，就一不小心把那个血给碰的全给散花了，崩我一身血啊，崩我一身血。然后就是紧接着我就要跑，兄弟们，他就给后面拽我，是不是？他拽我的时候，有很多老铁们也看着了，我跑他就往回拽我，跑就往回拽我，给我拽的就是那天晚上我给我拽的离我十多趟。啊、哦！后来越来越严重，后来越来越严重，我的眼圈也黑了，嘴也白了，还飞起来了，是还飞起来了，啊、哦！眼圈也黑了，嘴也白了，然后呢？啊、哦！不让你走是不是？然后呢？就是我的根本就一点劲儿没有了，身上的三把火我估计可能都让他干没了，啊、哦！都让他干没了，就是我特别虚弱，说话都说不了了，老累老累的了，啊、哦！老累老累的了。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，我给我的朋友打电话。我朋友带的120来的，你们都听到那120声了，是不是，兄弟们？啊、哦，120车来的，啊、哦，给我架出去的，老铁们，因为那个地方，啊、哦，担架啥进不来，啊、哦，给我架出去的。去了医院之后，老铁们啊、哦，去了医院之后，啊、哦，给我检查了一遍身体，花了好几千块，兄弟们啊、哦，我他妈一点不撒谎啊、哦，花了我好几千块，啊、哦，真的，老铁们，
花了我好几千块啊，啥鸡巴事没有。他说我看不了，你看看外科吧，啊，然后呢，给医院躺到第二天早上，见亮天了，然后我去找我朋友，我朋友给我叫的车，啊，送到我师傅的山上。当时我师傅看到我都吓一跳。这么久去哪里了？感谢我姐啊，谢我姐送来水战皇冠。一天天的，真的哥啊，就是我玩这么多年了，这是我第二次受的伤最狠的一次。第一次是我腿摔折那一次，啊，第一次是我腿摔折那一次，这是我第二次了。操你妈，后面啥玩意儿啊？啊？这个位置，看见了吗，家人们？我浑身都不舒服，姐。我浑身都不舒服，说实话。我那天我都瘫痪了。什么玩意儿后面？有东西后面没事儿。没事没事，家人没事啊。感谢啊，谢谢铁支持啊，欢迎我陌生尘。遭老罪了，啊、哦，遭老罪了！哎，你这孩子不哭了呢？你要注意安全，知道了哥，放心吧，没事了哥，没事了兄弟。找后雪吗？是一直跟着你吗？他已经，你没听明白，那个雪啊，我说这话好像是玄幻故事一样，那个雪都几乎已经附在我身上了。哦，就像融为一体了一样，他一直想害我。今天来晚了，是不是？欢迎月下啊，铁子。家人们在团没加，加在团，有机会我可以在团里面跟你讲。啊、哦，有机会我可以在团里面给你们讲，铁子们。感谢大迪啊，谢大迪妹妹。你看我这眼睛里面全血丝啊、哦，看清了不？哎，没有了，好多了。那天那地方第一次去吗？第一次去。啊。现在是在上海飞了是吗？明天也播，必须播。啊，必须播，每天都播，只要我好了我天天播，上去上哪儿去。关注点一个铁子。兄弟们还有666没？支持一个的老铁们。有的帖子帮你喝这来个666，家人们支持一下，走。我看后面啥玩意儿？没有了呢？啊？刚才在这儿了呢？没了呢，等我下班后再让你的回播看看。好嘞哥，啊，你找一找，这是几楼啊？懵逼了。再去那地方带上你兄弟。好。挺消停啊，二位，晚安，大小姐，再待一会儿呗，还凉了呢，啊？这几个大辣还凉了呢，多少好喝着。小女孩在你口袋里，不要追，我不追，我不追。我操，看着没？剩个小点儿了，
你们知道我想干啥吗，老铁们？如果他在这地方跳下去的话应该是有那个那什么，应该是有他的灵魂啥的。我想看一看他有没有在底下。铁子们都还在吗？铁子们？一点了。来，开眼。全是幻觉，别犯傻了，我不就是个傻子吗？小姑娘，是吧？下次别怕。我操！什么动静？或者没看见红绳，没看着啊？什么动静？什么玩意儿？哭咚一下子？谁呀？谁？恭喜我家小海绵200倍，这么牛逼吗？这200倍呀！海绵呢？整几个666啊？海绵，整个单身狗也行。别怕，全是幻觉。跑了，感谢海绵啊！小心点红绳，好。今天我直播间呢，有老多中200倍的了。今天200倍比较多呀，没咋的啊？我操！哎呀，还有别的东西啊！啊，还有别的东西啊！
铁了吗？撤，36计走为上计，不能再胡了，对不？这个梳子在我兜里呢，啊，这个木梳在我兜里呢。